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美酒台湾日报社长李木通吼。啊，今仔日咱要来访问郑医师，啊，甲伊个牵手啊，郑魏妙奎吼。啊，郑医师是对台湾来的吼。啊，今仔咱来听伊个故事安尼吼。啊，郑医师，你几年来美国？哦，1968。来美国啊，吼、哦，嘿，啊，你当时捌到魏妙奎？1974年才捌的。哎，啊，你安怎捌的？哦，对啦，我就是登去台湾相亲啦。相亲？相亲啦，啊，太久唔捌登去台湾咯。哎，啊，才登去相亲，特别相亲。哦，1968出来，啊，1974等于相亲，哎、嗯，啊，你等相亲的时阵，是不是安尼，早起那排规排了，你看？有哦，大家准备迄、个对象在等我。你等你？啊、哦，啊，你拢总看几个？等于相亲看几个？16个。16个。16个拢有准备要好看，啊，拢有看到。啊，拢有看到。好好好好。啊，魏妙奎是内底一个。哦，魏妙奎是内面的第一个啦。第一个啊，伊不是啦，啊，无啦无啦，就是讲，就是讲第一个上重要的迄个，伊抗议啦，啊，唔是啥啦，无伫，无啦无啦无啦，啊，无伊是无伫内面啦，无伫十六个，伊妙贵是无伫第十六个内面啦，因为伊上重要的迄个吴良博啊，拄好是因二哥啦，哦，啊，就是阮参阮的迄个阮的阿姨吼。哎，足好个朋友伫永和啦，啊，所以两个拢是足上好个，啊，所以我去看因家个迄个相簿，迄吴良博个相簿吼，放喺桌顶伫个coffee table 顶头啦，啊，看看下就无啥介意，啊，伊入去个时，我拄啊安尼看看伊个 coffee table 下骹佫一本啦，嘿，佫一本，啊，迄本就是因个 family 迄个 album， 啊，去话看到讲，啊，即个就袂歹咧，吼。啊，无我要伫即个，伊讲无啦，无这是阮家己个相簿，无咧用这是毋人。哦，所以你也是 under table。啊， under the table， 我去看到，我一声看，我就知讲就是即个咯。哦，你是这十六个看了，啊无介意，啊。无咯，我想。唔是，我看第二班的哦。大概是。七点迄是一个正港的啦。哦。啊，因为伊都咧讲要看即个，啊，阮就讲迄是家己个人啦，所以我排九点。所以我对第一个看个迄就是别人啦吼，啊，毋过是就是台先看迄个不为咩可以排第几个看？第二个啦。哦，第二个看。我就讲迄个要看迄个啦，啊，伊讲今仔日。哦，所以迄个第二个迄个是本来无伫个排咧名单内底吼，啊临时插班的就对啦。对，叫讲去问看会使袂？啊你啊所以你看迄个为咩可以看？以后还佫继续佫看十五个？对，因为妙奎看了以后吼，啊，目睭全开起来啦，啊，全开起来，啊，全袂爱困咯啦，啊，袂爱困，啊，别人看了，伊种吼有迄时差啦，哦，啊，时差看了到就一个拢倒久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就知咯啦，哦，啊，所以你阵就决定讲，啊，我要伫这个，啊，就是安尼咯啦。啊，不管安怎，就是讲用客观的啦，主观的啦，各种因素从来就是安尼咯。哦，啊，妙奎啊，你捌伊以前，你有看几个？迄时阵哦，迄阵，歹势讲，有男朋友。啊，过迄拢厝里拢无。无赞成。无赞成的啦，迄拢家己。哦。拢同学啦，啥物啊？啊，厝里讲这个第一次较好。哦，啊，迄个时阵都，佮主要因家吼去佮啥物关西算命，啥物吼，我就讲奇怪，啊，医生啊讲即个，啊，我去互伊算吼，关西迄个毛过，啊，嘛是讲即个，我就感觉着讲，哪会？你所谓即个啥物意思？就讲你有提名，互迄个算命的哟？毋是，迄个因都因新竹人嘛，所以含关西遐拢真熟吼，啊，所以。
所以伊原来有去，伊妈妈原来互伊带去互关世，啊关世嘛讲哦，你爱带一个迄个教育界吼。哦，教育界。嘿，啊，所以到尾伊嘛带我去互关世蘑菇嘛，我感觉关世蘑菇足趣味，伊无入去，带去到遐伊无入，我家己入去，啊，迄关世蘑菇就安尼甲我摸嘛吼，啊，就甲我讲哦，你的姻缘到啊哦，我讲这个吼是按外国转来。哦，讲到我会惊呢。我遮厉害。嘿，啊，伊毋是安尼，伊干呐安尼尔。嘿。啊，着甲你讲吼，即个按外国转来，即个是技术人员。嘿嘿。哦，即啥物啥物，我讲到讲哦，安那安尼。哦哦。嘿，啊，着讲到拢，干呐讲哇，那遐尼神呐。啊，等于说你1968来美国吼。啊。啊，来美国迄阵是安怎来？是来留学还是来？专来做医生，就是来做号做 exchange 医生啦。哦，啊，佮训练。迄阵已经毕业啊？迄阵啊毕业，啊佮做医生咯。啊，你对啊毕业？我北医的第一届，啊。北医第一届。第一届。哦，啥物科？外科。啊，后尾走去荣总。我走去荣总。去荣总。啊，做外科。哦，啊，做几年？搁做一年。哦，做一年外科。啊，对，啊，着，大家拢要准备要出国咯。哦，啊，你故乡倒位啊？新竹人。哦，啊，你迄个中学读倒位？新竹中学。啊，全考着台大，吼。无啦，无北医的。哎，北医考着北医啦，吼。嘿，考着北医，嘿。啊，你来美国了后，专门给你做医生，对，就是即外国医生要来美国，就考个 ECFMG， 啊，迄个检定考试了，才会使去做 internship， 啊，走去芝加哥 internship， 啊，伊寄$500的飞行机票给我，啊，来 Japan Airlines， 啊，去芝加哥去第一摆去做 internship， 啊 ，internship。以后你就一直拢咧做医生嘛吼。对，啊，煞尾就去走去第二年就走去迄个 Savannah, Georgia， 去做伊个迄个伊个 Savannah， Georgia Hospital 去做外科。哦，做外科。外科。啊了，再搁转来 Cincinnati Jewish Hospital 做外科。即个拢是训练的啦。拢是我训练的。稍微就是按直直做，做啊到执照摕了，会使出来赚一点仔小钱咯啦，安尼啦，就互病院请啦。哦，病院请。互 Jewish Hospital， Providence Hospital 正常久25年啦。哦，25年。啊，你当时退休？啊，10年前退休。哦，10年前退休。啊！你阵带为苗去当伊相亲的时阵，是已经搬来圣斯纳提啊？我迄阵啊，住伫个圣斯纳提咯。迄阵啊，住伫个 apartment， 圣斯纳提个迄边附近个 apartment。听讲为苗开来了后，开始做生意。哦，对啦，伊是有参外口个人。诶，志展哦，就是讲台湾来迄个诶，建中的一个学生志展，伊啊拄啊读英语诶补习班吼，要训练哦，啊伊也斗阵伫遐咧读书啦，读英语啦。哦，读英语。啊，伊甲讲哦，这投资袂歹哦，安尼吼，rental income producing property 袂歹哦，啊才开始诶啦，有啦。苗辉啊，你甲迄个建中迄个个，迄个情形安怎？迄个，阮迄阵拄仔来嘛，伊原来建中高中毕业做兵了来，所以阮伫迄个语言学校遐熟识，啊，伫咧开讲嘛，伊伫咧讲因兜吼，伫咧 U C 迄个大学个边仔吼买一间厝，啊买一间厝吼，讲伊讲房间吼拢。做学生啦吼，啊收迄个 rent 吼，都会用做因个生活费，啊嘛会用个
立迄款摩羯酒。啊，我迄阵才听伊咧讲说，哦，买厝用个贷款哦，因为咱伫咧台湾哦，买厝拢爱现金嘛。对，迄阵拢爱现金。嘿啊，所以我当日就甲信传讲，哎，咱用来买厝哦，哦。啊！伊迄阵感觉着讲，哇，即、這个新娘哪遐凶，一来着要买厝。啊，我讲，美国正吼买厝会用个贷款嘞。啊，伊才知，所以阮迄阵着开始买一间厝。啊，因为伊阵蛮混年了吼，所以出来啊，收入原来较济啦。所以买一间厝了，啊，阮着原来还佫有几万块嘛吼，所以就去买 apartment 啊，啊 apartment 真正去买伫个 UC 吼 ，University of Cincinnati， 啊买 apartment 就用租人，哦，所以阮两年了就搁买，哦，嘿，两年了就搁买吼，搁 sell by owner， 两年，阮就算买是17间的款，啊才买23万。哦，17个 unit， 嘿，17个 unit 吼，买23万，迄时候1976，哦，1976，嘿，啊，两年了，阮就 sell by owner， 就卖33万嘛，啊，33万，迄个人甲阮买去了吼，阮搁伫个报纸看讲，讲两个月了，伊卖37万，迄阵也是时机好啦，时机好就是讲 inflation 吼真大啦。安尼十外%度个，迄卡特个是无？啊，迄个 mortgage 个迄个 interest 吼，啊是，若较早买个时是9%度，啊若较慢买个时就10%在在直直直直升起，啊所以大家直直进嘛，啊所以迄阵也较好赚个啦。你娶即个某对嘞吼？啊对啦，算讲即部分吼，安尼对啦，算讲伊去听吼，啊有感觉讲。坐厝内迄个钱吼，拍算，吼，啊又安尼咧想啦，安尼吼，啊伊会去看，啊佫听，啊去听着，啊佫听着，即头前即个拢对啦，即拢对，就是讲迄个去别人去听别人讲的吼，拢对啦，所以初初的迄个投资吼，拢时机咯，啊地点啥物拢对啦，安尼。阿美惠，你阵熟识迄个建中迄个，佮你有佮伊合作无？无。因为伊不予伊个 idea 啦，啊，伊是讲，伊甲阮可能会当斗阵看吼，啊，伊可能要参加10%度啦，啊，伊要替阮诶顾啦吼。啊，毋过拄仔咧看个中间吼，一挂 broker 啦，啊，佮有 lawyer 啦吼，就咧讲，啊，恁家己买会起，咱着爱予伊参加10%，啊，伊参加10%吼，阮爱佮甲伊 cosign。吼，因为伊也无收入，也无嘿，伊是学生嘛，伊是学生，嘿，伊无办法通去借钱，啊，佮现金也无遐，也无够啦，吼，都要阮家己扩散，啊，所以迄阵迄个律师也是讲 broker 定着徛伫咱这边嘛，伊都讲啊，咱都拢家己有办法，咱着爱吼，爱着招伊参加，伊就讲啊，无你着家己买啊，互伊管安尼。啊，家己管了好。管了，敢那无通讲真好。到尾啊，阮就想讲，予咱台湾来的学生吼，啊，予伊住遐，予伊遐住一间免钱嘛，啊，替阮顾。所以到尾拢找台湾的迄个留学生啦。你1974来美国吼，啊，所以就是。做生意卖apartment，卖apartment吼，啊愈卖愈大间吼。啊，1991年吼，你提供迄个台湾会馆吼，即个新生的伫个台湾同乡会。是。是啥物款的情形？哦，因为迄个时阵，阮新生仔伫同乡会吼，阮也有一点仔钱啦。啊，因为逐边啊咧开会吼，开干事会啥物，拢爱去一个干事的人个因家啦吼，啊，迄阵阮同乡会原来欠一点仔钱，啊，所以有咧想讲要买会馆，啊，毋过都有咧看，啊，看个吼，就讲，啊，因为咱同乡会也无迄个固定个income吼，啊，迄个钱你若讲规个要落去买吼，都无啥有够啦，啊，毋过了你都还佫有maintain啦吼。水电啦，啊 ，property tax 啦，啊，搁遐维持费，啊，因为同乡会无income嘛，
啊，所以踮遐，啊，我迄阵都安那咧做干事啦，所以我伫内面有咧甲因咧算讲，原来有咧想即个 idea。啊，到尾我也甲因讲，啊无，若讲无气嫌吼，无阮迄个小平生的内面吼，摕一间出来做会馆。吼、哦，就是阵啊安尼，啊因着讲，啊因为阮迄个会馆，迄个地点袂歹啦，原来伫迄款较好个区啦，啊所以大家着讲，哇，安真好啊，若免钱，安尼搁安尼算讲，哦，东阳外后一个会馆吼。大家都真欢喜啊，所以就从那店门遐一直到即卖。啊，你会馆偌大？差不多有两千尺。哦，不止大。嘿，有两千尺。啊，有电啊，即卖啊，搁有电啊，你用无？即卖。有哦，即卖啊有卡拉 OK 室啦，吼。啊啊啊。嘿，啊嘛有桥牌啦。啊啊。阮若讲，诶，干事会嘛拢伫遐开啦。啊啊啊。啊，若活动吼，若讲差不多七十个。七十个，伊差不多七十个时阵，就用会馆。啊，若较侪人的时阵哦，就去用阮即摆遐嘛有一个台湾人的教会。所以若较大型的，像讲中秋节啦，还是年会，就拢去迄个教会。啊，先生，恁伫有偌侪咱台湾同乡？哦，即摆一直拢搬出去啊。上济的时阵吼，上济的时阵有年会有到200个。啊，结果即马差不多剩较无一百户，所以若较有定定咧来的吼，若年会时则差不多有百二含学生，则有百二百五。哦，啊，所以即马情形是讲有搬出去，但是无搬入来。对对。哦，啊，所以即个失血很严重吼。嗯嗯嗯。不，这差不多美国真大部分的都是拢安尼啦。对。你刷落去做人权会秘书长，对，啊刷落做人权会会长，嘿，会长做两届嘛，做两届。诶，无，迄个九，算讲九三做秘书长啦，全美台湾人权会，啊九四做会，诶，全美台湾人权会会长。啊，迄阵九五郭仲国要出来选全美会会长，伊拄啊要找一个副会长啦。啊，迄阵敢若秋阳，曾秋阳吼，甲伊推荐，甲伊推荐讲，阮遮即个先生啊，伫即个魏苗圭即摆伫做人权会会长吼，伊讲即个查某囡仔袂歹。啊，你九五年你出来选全美同乡会副会长吼，啊，迄阵会选会长是啥人？郭仲国。哦，郭仲国做会长，啊，你做副会长，哎，啊，做几年？两年。啊，做两年。做两年。哎，啊，两年了后，你全家己出来选会长。对，出来选会长。迄个时阵，因为吼，我嘛是足无爱讲安尼有竞争啦，所以我迄阵嘛是咧看看有人要出来无吼，若无人出来，我才出来。啊，结果迄阵都无人讲要出来啊吼，所以我毋才出来。啊，出来了后，到尾啊，讲我毋知走去倒位，转去台湾的款。我迄阵转去台湾，啊，就听人讲，林佑新啦。啊，林佑新。讲林佑新要出来。啊毋过我迄阵都已经登记啊吼，啊林佑新到尾啊才要登记。啊，我迄阵都，我就是足无爱竞选的人啦。啊，我迄阵都已经迄落袂当提嘛吼。啊，到尾也无办法，就咱两组来去选嘛。啊，我感觉着讲，迄时阵即个全美会迄个制度吼，无通讲足健全啦。因为伊算讲两个委员会当投票，就是讲各同乡会吼有两个委员。啊，无你迄阵嘛应该讲莫开票，毋过因就是安尼，你选了，因就从那开票。哦。嘿，我感觉迄个制度吼，无足健全啦。啊，迄阵上头第一个委员开票的时阵吼。我拢一路领先啦，吼、哦！我迄阵还赢袂少，我迄阵拢因为我在任的副会长嘛，啊，我迄阵咧做事，原来拢足认真的吼，阮拢原来到处拢有咧走，啊，所以上头开票遐的吼，我拢一路领先，拢差不多拢三分之二，吼、哦，啊，有进因咧做差不多三分之一，哦、啊，我到尾就听到耳语啦，听到耳语吼，讲啊，
啊，反正庙会一定动算的啦吼，啊，因为有心是人民的嘛，就讲啊，莫让人民的输甲真歹看。所以，甲第二个委员迄阵开票的时阵吼，哇，都迄、那个真济迄款像讲安阿伯啦吼，遐个都拢安尼，有诶嘛安尼几乎一面倒拢有心去平的票啦。啊，我迄时阵，因为我想讲我是一个吼，迄、那个查某人，我毋是讲一定都爱做，所以我是知影讲安尼无啥公平啦。哪会使你讲你先开吼，啊搁啊再买啊再搁开，啊毋过我着想啊算了，没关系啦吼。啊，迄阵有心到尾啊加我5票啦，哦、啊所以逐个有诶人嘛拢啊叫讲。5票会长，差你输5票，输5票啦。啊，不过头前的时，我是拢，拢总几票输五票。嗯，我无啥会记得。2000多票。敢若？哦，2000多票哈。嘿，我无啥会记得迄个票数。我恭喜2000多票安尼0.2%，0.几%。零。底下内面贴出来就有了。嘿，哦，OK，啊，迄阵你也会委定一下啦。啊、哦，我找张世聪，迄、那个沈路易斯，沈路易斯，张世聪，张医生，迄、那个即摆嘛过身了。啊，你第一届你做副会长的时阵，迄、那个过中国是恁是联名支持出来嘛？对。嘿，啊，第二届应当你嘛是联名会甲你支持个，占着，占着。嘿，因我意思说应该是我原来联名的人啦。啊，毋过迄个时阵哦，迄是到尾啊选无掉的时阵哦，我才听人咧甲我讲吼，讲、我互打标签，讲我是张灿宏迄边的人啦。哦。吼、哦，啊，有心是因为迄阵张灿宏已经转去伫台湾啊嘛。吼、哦。啊，联名内面还佫有一个组织部，有一个张信同，吼、哦，张信同迄阵做联名的。诶，联名毋知是组织部还是联名的诶会长啊？哦。因遐拢伫打老师嘛，因拢支持有心的。哦。嘿，所以迄时阵有一挂联名的吼，打老有出来咧讲啦，出来咧讲，啊，毋过啊，迄就是讲已经过去的代志啦，啊，所以嘿，啊，有心。伊嘛有做啦，做了我感觉着讲原来好啦，因为伊即摆嘛过身啦吼，吼、嗯、了了伊一个心事啊心愿啦，伊捌做过全民会会长安尼。嘿，啊，所以其实迄阵恁两组拢是联名推荐的嘛吼，嘿，啊是内底派系无共款嘛吼，啊你所谓你敢有参加联名？有。我参加联名，就是张灿宏吼，有一边来阮新新阿弟吼，啊，伊甲阮遐个，算讲联名的，迄时阵可能是秋阳啦，伊有甲伊讲招我去啦，啊，要吸收啦，啊，所以我迄时阵，我迄时阵嘛是，敢若像讲我是一个普通人吼，哇，去互张灿宏安尼招着讲要加入迄个联名哦，我嘛是足欢喜，我讲哦。受宠若惊，嘿，受宠若惊啦！我想讲，我敢有迄个什么特别吼，啊，互伊看上讲哦，要甲我吸收一摆。啊，你家己联名先生有同意无？有啦，马马虎虎啦，伊迄张灿宏吼，嘿，全来到阮家啦。哦。啊，佫吼，即款大粒的拢来介绍一摆嘛，啊，着甲开一个 party 安尼吼。好。啊，嘛是无度啊，好啦，到一点仔迄款的吼。啊，全入去啦，安尼哦，有啦，算讲强强，我咧都无入去袂使。你有同时加入？我勉强加入，干那出一个就好咯。无人加少啦。我无人加少。哈哈。嘿，参加联名嘛是爱有人推荐。哦。我爱有人推荐，嘿。你要讲一件代志，告诉伊这个吼，这感觉再小卡一个好，好。莫讲伤深啦吼，哦，即摆入去会当入去，看会当出来，安较重要。OK，啊，咱即摆还佫继续，你还佫继续迄个伫个联名内底。嗯嗯。即摆。我即摆毋是，因为主要即可能就是都在讲。就是我咧讲的，按出来。因为联名哦，迄个时阵伊也无讲你袂当做侨务委员啦吼。哦。嘿，啊，我迄时阵都阿扁也当选了吼。
实在，有时阵我的资讯内面吼，我知影讲足侪人的联名的人吼，像伫个芝加哥遐，我嘛知影讲有两个原来联名真资深的吼，啊，伫个南加州嘛有两个，我拢联名完足资深的，伊嘛是拢要去争取侨务委员吼。啊，我本来是无想要做啦，因为我想知影讲，咱迄阵拢咧想讲要退出侨务。你无想要做侨务委员？是啦，嘿、哦，我迄阵无想要做，因为迄时阵吼，甲我推荐的吼，有迄款汉妇迄阵的扁友会吼、嗯、有推荐。郭汉妇，嘿，郭汉妇吼，伊有推荐，啊，佮即个。郭汉妇是扁友会。嘿，扁友会，啊，佮即个叶怡津。吼，因为我含叶怡津，因为我迄阵做情况会的时阵吼，拢有转去台湾有咧做选啦，吼，啊嘛替叶怡津，有伊阵拄啊好第一遍要出来做新议员，吼，我着伊第一遍出来选举，我着拢去甲徛台，吼，迄阵着拢我做情况会的时阵着拢已经有转去台湾咧做选啦，所以真早着捌叶怡津啦，啊叶怡津阵伊咧。做算是我去伊个工厂吼，有去讲即个美国的即个教育，因为迄阵我囡仔已经咧读迄款幼稚园啊，印尼吼，所以我有咧讲一寡美国遮的迄款教育的制度，啊，伫 sorry 啥物话吼，所以伊已经对我印象着足深啦吼，着讲我咧有咧甲伊讲即个。啊，所以你出来做侨务委员，啊连名讲袂使是吧？拢无讲。啊，等到发表的时阵吼，迄个时阵联名都有我啦，还佫有即个圣地亚哥迄个王克雄，王克雄，嘿，王克雄啦，有阮两个啦，啊，结果阮两个伫个联名内面吼，互人开除啦，嘿，互人开除啦，啊，我迄阵就是讲，因为联名内面吼。啊，无写讲名媛袂当做侨务委员嘛吼，无先讲啦。啊，才等到阮做了，才咧要甲阮开除啦。啊，我着想讲好啊，无开除着。啊，迄阵王克雄有一直咧解说，有一直咧争取啦。啊，我着想讲王克雄有咧争取。啊，我迄时阵哦，实在，我要入去吼，我原来有问过来的人啦吼。啊，因为阮遐原来有一个特殊，原来有一个较特殊的情况，因为迄时阵芝加哥的办事处吼，一直甲我敲电话啦，啊，要叫我送资料，我拢无送啦吼，无送，到尾啊，迄个办事处遐敲电话来，伊甲我讲，妙过，伊讲吼，伫因遐资料内面吼，伊讲我有三个单位推荐啦，吼，啊，另外迄个对手吼，无人推荐啦，啊，毋过伊是自我推荐啦。讲迄有一个人吼，一直咧争取啦。啊，伊讲我资料若无送伊，讲迄个人一直咧争取。啊，你三个单位，甲你推荐做啥个？扁友会啦，啊，搁一个叶怡津啦。哦，叶怡津，搁一个是办事处的处长啦。啊 ，OK。因为以前伊是看我资历，就是讲啊，做过人员会会长，啊，做过全美会的副会长，吼，啊，遐有成立迄个全美台湾文物资料中心，吼，所以因拢。嘿，一直推荐，还有，所以。OK， 啊，你，伊甲你推荐有迄个郭汉妇甲你推荐有一个真重要原因吼，你阵是做淡水变总统竞选总部海外部的副总干事，嘿，是，嘿，啊，迄阵汉妇是做啥？伊做总干事。哦，伊做总干事，啊，你做副总干事，哎 ，OK， 啊，这个侨务委员你做八年嘛，吼。做八年。做到2008，吼，哎，啊，2004的时阵，你有参加这个全球民主和平联盟嘛，吼。对。哎，啊，你阵做第四届的干事长。哎，啊，迄年的理事长是。是 Stone 啊，陈文史。哦，陈文史做。做理事长。做转，迄阵是迄个世界总门。世界总门。总门的理事长，啊，你是做干事长。嘿，兼市长。OK， 啊，你是2004的时阵，你原来搁替阿扁啊做选嘛，吼。哦，对啊。我记你阵拢伫总部，你2004年我转去时喏，啊，你拢伫个总部坐镇的，伫个遐。迄边吼，都五党的，
五档伊会敲电话互我，甲我讲，妙桂，你会使随转去台湾袂？吼、哦，因为伊讲要创一个海外联友会，吼、哦，啊，要办一个，伊敢若讲要办一个，本来是咧讲要办一个海外联友会之夜，还是讲啥物话吼？啊，叫我讲紧转去看会使随转去袂？啊，我迄阵人倒啊伫咧旧金山。啊，我讲好，我转去清清那地了吼，我会用随转去。啊，所以迄阵就是要，迄阵要用一个朋友会，吼、哦，迄阵五档的迄、那个伊的构想啦，就是讲要用海外朋友会吼、哦，要开要办一个，要办一个什么朋友会，什么春之夜安尼啦，迄款的。对，迄要有办啦吼，迄伫个。到尾一直升级啦，本来讲要踮大安森林公园啦吼，啊，到尾看看了，搁讲要去迄个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啥物，榕心花园，吼，阿爸讲去榕心花园。啊，到尾咱要办的时阵吼，哇，说愈来到尾啊，吼，即个，因算讲吼总统级的迄个吼，到尾啊，真看重咱即个，咱有想要办的即个海内外。团结之夜啦，所以阵啊变作总统、副总统会参加，啊阵一直升级去到即个中山足球场啦。哎，啊，迄阵迄场比较大场。我想问哦，差不多三四万人有哦，嘿。啊，我迄个就是转去台湾，大概差不多一个月吼，啊，为着咧无迄场安尼。嗯嗯嗯。啊，2004年你搁帮助迄个吴志正吼，我咧陪吼。做一个叫做台美先后台美中国，台先后台美国际关系研讨会。嘿，台美中。台美中，哦，台美中国际关系研讨会。研讨会，嘿。哎，嘛足济人吼。迄人毋是真济，毋过吼，拢总是台湾迄款政要，啊，搁啥物政商，哦，迄阵迄个名单摕来吼，拢有拢啥物董事长啥物哦，拢是政要，啊，拢落去过滤吼，搁敲电话吼，安尼哈。你讲 invitation only 啦，哦。对。啊，2006年你参加这个海外志工团。啊，对啦，迄阵咱斗阵，对，迄阵斗阵五个。对，嘿，啊，迄个。2009年，你做台湾同乡会会长，深圳内地的台湾同乡会会长。是。啊，迄个完了，你继续搁在伫同乡会内底服务嘛？对，一直嘿，拢伫遐咧做干事。嘿。啊，这边小英吼，你咧陪啊吼，迄个。小英竞选，你2012到2016，你拢有引爆嘛吼？诶，伫阮迄个海外小英会员会内底吼，是重要的干部嘛吼？你阁是迄个，新北市甲新生那地姐妹市诶委员会委员。是。哦，啊，你做足侪代志吼。哈，反正即马都，敢那用用吼，啊，甚至哪伫搬的也搬出去啦吼，啊，老的嘛较老化啦吼，所以即马人大家都来找你，啊，咱反正咱着有迄个热心嘛，啊，着想讲，啊，咱若会当斗三工，着尽量做。啊，你今年佫最近啦吼，最近佫补一场比较大场吼，即个2016。美中西部，美国的中西部台湾人夏令营吼，这你做副总召集人吼，副召集人，这真辛苦吼，足辛苦，尤其这边特别辛苦，这边以前拢有法度请立法委员来吼，是，啊，这边立法委员吼，爱加班，爱审法案，因开临时会。对啊，恁咧办这个中间，伊拄仔咧开临时会，所以拢袂当出来。对啊，哈哈。啊，尾仔你请什么人来主讲？到尾也是，阮这个办这个吼，原来，啊，不过今年吼，原来办了，原来足成功的啦，因为阮去找一个
迄个 casino resort 吼，迄个庙体啦，所以已经哦厝也足好个吼，啊价钱嘛提甲足好个，一人80块，包括早餐，啊所以人嘛袂少啦，200几个人吼，嘿，啊，阮都邀请有迄个啥物沈清凯啦，伊就是哲舞。哦，哲学星期五的创办人啦吼，啊，搁即个冯光远，哦，冯光远，哦，冯光远，迄嘛是足好讲的啦吼，啊，搁一个少年的，一个学生，辅大，即摆要升去第四年，叫陶汉，少年人，陶汉，嘿，陶汉，啊，了即个，嘿，化学会长啊，啊，搁福利会会长啦吼，哈，拢有来。啊，搁即个严永能，吼，即个打狗乱歌团，吼，因为即边嘛是我甲邀请，所以才来，啊，才原来有去美东，啊嘛来洛杉矶，嘿。算。哇，你足辛苦吼，做足侪代志吼。是啊，啊，着讲七月办了，我想讲，啊，我个囡仔拢36岁甲40岁吼，啊，拢还阁单身，还袂结婚哦，所以我咧想讲啊，嘛是爱用一点仔时间哦来关心家己个囡仔，所以我即个中西部学联会办了吼，我着想讲啊，洛杉矶爱走一转，所以即边才特别。啊，你办即个中西部即个学联会吼，嘛出一点仔插曲啦。啊，对，嘿，您那阵迄个Cincinnati台湾同乡会吼，诶，会长讲是一个上海人去做哟。是啊。诶，啊，上海人来去做台湾同乡会会长。啊，这就是阴错阳差啦。哦。因为伊的太太吼是台湾来的啦。诶。台湾来吼，啊，原来真少年，啊，有一边捌咧甲我讲啊，我到Cincinnati来吼，很不容易找到交到朋友啦。吼，所以我就是咧讲，阮有一年的年会吼，要选新干事啦。啊，我就想讲，吼，伊嘛真热心吼，啊，原来讲咧交无吼，真很不容易交到朋友，所以我就讲要甲提名做干事嘛吼。因为你若出来服务，你捌的人就多吼，你会无闲，你就会交到真侪朋友。啊，伊伫个年会会迄个当场吼，甲我讲。甲我讲，伊要送伊先生出来啦。伊讲伊先生比伊较闲啦。伫咧当场。伫咧当场啦。啊，你又拍摄机做。嘿啦嘿啦，啊，就拄仔送伊先生出来，伊讲伊先生哦，比他有时间啦。啊，我讲，我讲好啊，人既然推荐伊先生，伫咧当场嘛拍摄讲啥物，所以。啊，你阵嘛知影讲伊先生是上海人。嘿，我知啦，我知，所以迄时阵，阮干事吼，阮第一遍开会，就是要迄个分派工作啊，工作分配啦，所以我有甲找一个人哦，迄个是之一咱台湾人退休的，我有甲伊讲好，我讲拜托你出来做会长好，伊甲我讲好，因为阮迄年选都要选3个吼，啊，阮的干事拢总有7个嘛，吼，啊，4个是旧的，啊，新选3个内面吼，啊，有一个做姐妹市委员会的工作，啊，一个来做会长啦吼，就是讲迄个准会长，准会长啦。所以讲明年才要接会长，啊，搁一个就是迄个会计啦。啊，我都甲一个只退休咱台湾人甲伊讲，拜托伊做会长，伊甲我讲好啦。啊，结果呢？结果去到迄个开干事会迄暗，伊当场甲我讲，伊无爱，讲伊要做会计。伊甲我讲，伊要做会计。啊，我有一个少年查某囡仔吼，我都拜托伊做迄款姐妹市委员会嘛，伊嘛讲好。啊，剩一个课就是会长这个课嘛。欸、啊，结果迄个伊就甲我讲，好啊，若无人要做，伊会当做啊，吼。伊讲伊有看阮这个会章啦，吼，阮的同学的会章。伊讲吼，你只要认同台湾吼，没有要求我要效忠。伊讲他没有看到效忠台湾，他只看到认同台湾。所以伊讲我认同台湾呐、啊， okay. 所以我有资格。啊！伊出来做就出问题嘛吼！你讲这个，像讲，阮就是讲安尼啦吼。像讲你要设计这个封面的时候，阮这个讲台湾吼，特别用绿色。伊就讲袂使，伊讲可以有台湾呐。那绿色的话，就政治色彩哈，太浓。意识形态、政治色彩。伊就讲不要绿色啦。哦，啊，阮要讲这个，讲要放这个像吼，伊嘛咧反对啦。哦，伊嘛咧反对啦，啊，所以我是感觉着讲吼，原来，
开会吼，拢爱讲北京话，因为伊台湾话听无。听无，啊，就是爱简体字。对啊，啊，所以到尾也渐渐吼，渐渐，阮就感觉着讲，若来参加阮的筹备会吼，拢有一挂无共款的意见啊吼，啊，所以大家慢慢啊，阮开会就慢慢啊，一直讲咱的台湾话吼。啊，伊也愈听无吼，所以伊也到尾啊，慢慢啊，阵啊较无来，吼，啊，就阵啊真自然的安尼。啊，到尾讲一句讲，一句话讲，我要回国啦。他说要回祖国啦。哦，要回祖国啦。啊，问讲你要回哪一个国家？哪一国啦？啊，转算你啦。对啦，所以到尾原来算讲较圆满啦，伊家己嘛无来啦。好。啊，陈医师，你即摆退休啊嘛？是。嘿，啊，你退休偌久啊？十年咯。退休十年，啊！你退休这时阵，你拢在做啥？即马就是一礼拜有三摆的迄款的，Mercy Hospital 的 Health Plex， 做义工。无咯，去遐拍球啦，拍 tennis 啦，哦，拍 tennis。哦 ，membership 啊，小啊，未歹，还佫会拍 tennis 来走呢。啊，佫会使，还有 jacuzzi 咯，啥，大家拢有啦，还佫有迄 exercise machine 哈。OK。啊，所以你 enjoy your life 对不对？啊，上大概有三摆啦，啊，庙过大概到五摆的款，四摆。啊，恁有几个囡仔？三个。三个后生吼，嘿。啊，你讲即马爱用即马时间为你后生走动。哦，是啊。对啊，即马上重要就是囡仔三个吼。啊，拢还阁单身，所以。拢还单身啊。小可安尼看要解决偌济，就是偌济安尼吼。啊，33%嘛会使吼，啊66%做一个解决啦吼。啊，若100%都若袂嘛会使啦，嘛会使你知？因为即有洛杉矶遮吼，逐项拢有。Sky is the limit， 就是讲话，逐项拢有可能啦。Very good， Sky is the limit。OK， 啊，你个囡仔上大汉几岁？40岁啊。40岁，啊，你做啥？伊是读迄款 computer science， computer science， 大汉个伫新西兰滴。啊，即卖你讲 property management。哦，你新西兰滴，甲恁 manage 恁个 property， 40岁，啊，第二个。第二个39啊，是麻醉医师。哦，麻醉医师。啊，住伫洛杉矶。哦，住喺洛杉矶。迄真好，迄 Johns Hopkins， 啊。啊，个 Ohio State， 啊，个迄 USC 麻醉诶管出来，啊，个开个足成功诶，即马足成功诶。啊，第三个36岁，是 Michigan 迄个建筑诶，建筑诶 Master， 啊嘛住伫诶洛杉矶。哦，啊，所以你诶两个囝拢伫洛杉矶，哦。哎，看起来你嘛爱搬来洛杉矶啊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这天气较好啊。对，袂歹，你来真凉哦。所以，阮这边来吼，都超工吼，要待较久，两礼拜吼，小可来看会用适应袂？会使袂？啊，你娶新妇有啥物条件？无啦，就是这个袂使讲先讲。看对眼安尼。有诶，阮袂使讲啦。哦，知影，哦，知影，迄个身高体重啥，伊个袂使讲啦。哈，啊，个迄学历嘛，歹势讲啦，哦。啊，这上个重要，家己囝教伊。对，伊两个看伊教伊，两口子。啊，所以因决定的啦，因决定的，啊，干那个介绍讲遐有吼，啊，咱爸母有捌见到，啊，互因家己去，继续啦。啊，安尼，有可能哦，这帮有可能哦，有可能哦，very good， very good， 好，安尼祝恁两个吼，赶紧得到成龙快婿，哈，等下，那未是你得到啥讲哦？真是你是成龙快婿，是吗？不是成龙快婿啦，好，无啦，我刚去食喜酒啦，啊，无到啥讲，主要讲那两三个做一个迄款的吼，伤过无用，你得到啥讲啦？我来当帮忙一下，尽量，好，谢谢，多谢，哎，谢谢。